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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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哈，我们稍微再往前看一下了哈。其实它这个部分也其实是在跟大众讲一下，就是《妙法莲华经》的本身的一个重要性哈。他这边讲到啊哈，当佛入涅槃之后呢哈，复有弟子不闻是经嘛哈，那不知不觉菩萨所行哈。你看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众生嘛哈，就是。没有办法听闻是经，其实所谓的不闻，有些人怎样，聪耳也是这样不闻嘛，吼、哦，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的一个因缘性，吼、哦，没有听闻这一部经，吼、哦，然后也这样不知不觉菩萨所行，哦，菩萨在所做的这些呢，吼、哦，那个弟子呢，吼、哦，都没有办法去这样知觉，有所知觉，哦，有些就是这样。他一般就是啊，小圣的这些弟子们啊，哈，对这些菩萨所行不知不觉啊，哈。那至于所得的功德呢，哈，生灭度想，哦，也就是他，所做的这些功德呢，哈，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他自己能够这样入到灭度去嘛，哈，入涅槃去，哦，所以当入涅槃，哦。那后面就讲到啊，哈，我于国做佛啊，哈，更有一名。我在其他佛在其他国家，就是其他佛国净土做佛的时候啊，哦，那也有其他的名佛名呐、啊，哈、哦，其实佛名很多啊，哈、哦，像这边有讲到就是，华严的名号佛就有这样400亿哈、哦，然后10000000这么多的那个名号，哦，那他这边说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而于彼。土呢齁求这个佛的智慧啊齁、哦、他入了涅槃之后然后到了其他的国家之后啊齁同学有没有发现啊齁那入涅槃之后然后这样在其他国家其他的佛国净土又求佛智慧齁、哦、所以我们就说啊齁像一般的那个小圣的齁那个阿罗汉呢、啊、一般阿罗汉齁、啊、最后面还是要这样再进入到这样菩萨道然后再求佛的智慧嘛齁、哦、不如我们一开始就这样走直径齁、哦、就是直接呢齁、哦、我们就行菩萨道齁、哦、然后这样齁、哦、能够求成佛啊齁、哦、这比较快齁、哦、那一般有些大众呢齁、哦、没办法齁、哦、根器的问题啊齁、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里面这么多的内容齁、哦、他还有看到方方面面齁、哦那各有各的不同的一个切入点，哦，大家知道这就是因为这样众生的一个这样不同啊，哦，众生有很多的个性习性，然后各方面的一个想法，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就这样从很多的角度去切入，哦，那这样的一个众生呢，也就是他生灭度想，然后入于涅槃了，啊、哦，然后可是呢，哦，在这个佛国净土呢，求佛智慧。得闻是经啊，有没有看到？还是要这样闻《妙法莲华经》，有没有？哦，那唯以佛圣而得灭度，哦，更无余圣。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妙法莲华经》的一个重要性。哦，有就是你要求佛圣，哦，你看到了，不管到哪个佛国净土，你要求佛智慧，还是怎样？要得闻怎样《妙法莲华经》哦。哈，所以这部经其实这样非常的殊胜。哦，好。那我们回到上次讲的地方哈、哦，上次讲到这里哈、哦，我们可以看到哈、哦，就是诸比丘啊哈、哦，若如来自知呢涅槃实道哈、哦，众又清净啊。哦一般大众能够亲近，而且讲信解能够讲坚固，
哦，也就不会再起退转的心了。哦，一般大众有一些，刚开始哦，信心很坚固，可是呢，哦，修行的过程的当中啊，哦，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怎样，哦，又开始这样，因为起退转心。哦，他这边所讲的众生是讲清净，而且讲信解能够坚固，能够了达空法，而且深入到禅定。哦，那集这些诸菩萨及声闻众，哦，为说四经也是一样。哦，我们就知道你要能够因缘性能够成熟，要能够讲清净，而且信解坚固，而且讲了达空法，深入禅定。哦，这样的众生才能够讲。为说次经，然后因缘性，好，那个因缘性，那世间无有二圣而得这样灭度，唯有一圣啊，吼，就佛圣能够这样得灭度，哦，这边就告诉你，真正的灭度只有这样入佛圣，哦，那阿罗汉的那个灭度呢，吼，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究竟啊，哦，并不究竟哦。好，所以我们来往。到今天的一个进度，哈，那比丘当知啊，哈，如来方便，哈，深入众生之性啊，哦，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哦，这边在讲比丘啊，当知啊，哦，如来方便，哦，这个方便众生嘛，哦，而且这个方便呢，是讲深入众生之性，哦，非常的了解众生的一个习性啊。哦，知其制要小法，哦，一般的大众这样，所想要的也只是这样小法而已，哦，而且讲身着无欲，哦，那为次等啊，哈，故说于涅槃，哦，所以对于这样的众生呢，哦，你如果一下子讲佛圣的话，哦，这样的众生可能讲没有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哦，所以。这样的有没有同学有没有一些必要的条件嘛？哈，怎样的众生他是适合这样？就是那个阿罗汉法哈，你看这边就讲到哈，要小法哈啊，有些还有甚至还有一些还有身着五欲哦，对这些那个色受想行识这些欲望还很身着啊哈，这其实也是一般大众的一个问题啊哈，如果。一般大众不生着五欲的话，那修行就快，哦啊！可是，一般现在人来讲，哈、哦，也是一样啊，哈、哦。我们就看那个寒山师集就讲到啊，哈、哦，他家门前的那一条路啊，哈、哦，也就是想要学法、想要习法、想要修行的人啊，哈、哦，那个门可罗雀，哈、哦，没什么人迹啊，哈、哦，都是那些鸟兽啊，哈、哦，会过来而已。哦，那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般大众其实这样，都还在这个五欲的这个享乐当中啊。哦，那你说真的能够发起决心，然后想要修行的人，其实这样不多。哦，所以他要这边就讲到哈，那既然这么大众的这个众生都是要小法的，哦，所以为这些人这样说于涅槃啊，哈，世人若。闻啊，则变信受啊，哈、哦，那后面就开始啊，哈、哦，我们可以发现他用很多的譬喻方式，对不对，哈、哦？然后来让大家能够了解。然后譬如呢，五百由旬啊，险难恶道哦，这个旷绝无人呐、啊，哦，然后部位之处啊、哦，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哈、哦，五百由旬啊，哈、哦，这么长的这个恶道。这个其实也是在描写我们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有没有？不是就很像在走这个恶道一样？哦，那这个在累生累劫当中这个轮回啊，东西要知道非常的这样长久哦，好像走起来这样旷绝无人，然后很危险，然后这样，而且这样部位之处哦，一般众生有很多的这样害怕之处啊，哈、哦。那最近也是啊，哈，遇到很多都这样往生的人也蛮多的哈。我们就，有听过一下子就要回向哈，啊回向，生病了哈，啊一下就说怎样已经往生了哈。因为现在天气也异常啊，哈，那冷也很冷哈，那所以其实同学那个保暖度还是要做好哈，保暖度还是要做好。那人家现在。
气温也在讲，就是说以后的天气也许就会常常是这样子，哦，也就是会很有些会很寒冷，哦，那以前的我们就说其实环境一直在演变，哦，很多东西都一直在变化当中，哦，那我们自己也要那样跟着上这个变化，哦，不要说天气已经变冷了，哦，我们还在那边啊，天气都还好，哦，没有马上的加衣服，哦，那讲到部位之处，啊，其实众生有很多害怕的，对不对，哦，那今天有看到一部电影觉得还不错，哦，他这个就是讲的就是所谓的最后的假期，哦，那一个人他就听以为自己已经到最后要往生了，哦啊，所以他就把想说，嗯，他从来没有旅游过，哦，他就替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后的旅游，哦，那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他就很勇于尝试，哦，什么都去试试看，哦，那后面就才知道就是这样，哦，那个原来他生重病这是一场误会了，哦，那可是呢就在这个当中，哦，其实他就很勇于去面对这些部位，哦，这些部位这些害怕的东西，哦，那一般大众有时候怎样在遇到这个部位处啊，哦，都会怎样退缩，哦，像最近就听说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膝盖需要开刀啊，哦，那就会有人说哎不要啦，哦，不要开刀，哦，可是其实人生当中是这样啦，哦，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然后能走能怎样，哦，那才有办法听经闻法做很多事情啊，哦，啊很多东西讲面对了哈，我们就讲先把部位给先排除掉哈，那该怎样哈，很多东西都其实都要去面对哈，像就有人分享哈，他是说他的膝盖也是开刀哈，那开刀完刀以后啊哈，很多人都会害怕哈，不敢动不敢怎样啊，所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开刀的那个膝盖跟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合啊，这位师姐就说嗯，他就当作没，就是说，该坐、该站、该蹲，他都这样努力复健，哦，很勇于面对这种生活哈，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佛法当中啊，也要学会那个菩萨、佛菩萨的一个大无畏的精神。很多东西其实害怕这样，没有办法帮助你有任何的注意，哦，所以部位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看清楚自己的一个害怕，到底在怕什么，哦。那他那位师姐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是啊，他觉得如果能够呢，哈，把这种就是无部位的这个习性养成，变成一种习性之后啊，哦，他在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用很自然、很自在的一个方式去面对，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学习的，哦。那你看他这边一般大众，你看，哇，这个部位之处太多了，哦，所以也不。”在新的一年，哦，我们这样不妨就这样，很多东西要学会去处理自己的一个害怕，哦，有时候那个害怕也是这样，哦，我们自己讲想象来的，哦，那该处理该面对，哦，我们就去处理跟面对了，哦，所以啊这边就讲到啊，若有多重啊，欲过此道，自增宝处，哦，很多人想要走这条路呢，哦，自增宝处，这增宝处当然就是讲所谓的佛道啊，成佛啊，哦，真如啊这些，哦，那有一导师呢，哦，称慧明达，哦，能够善知呢显道通摄之相，哦，就知道这个显道这样能够通摄之相，啊哦，然后呢将导众人呢遇过此难，哦，就是引导大众能够这样越过这样的一个困难啊，哦，那所将人众呢入懈退，哦，白导师言，他要引导大家过，可是大家也要这样愿意跟随啊，同学要知道这愿意跟随其实就众生最大的问题，对不对，哦，像佛法这样子大家听闻，哎呀好棒哦，好有道理 哦，那真正能够这样在引导过程当中能够真的能够讲如佛所说然后怎样认真修行的有多少呢，对不对，哦，所以听闻佛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边所说的这样能够这样像
佛怎样的引导，我们怎样的这样去做哦。所以他这边就讲到啊，人众这样，哎，那个一般众生的习性又来了，哦，懈退，哦，跟导师讲啊，哦，我等疲极啊，而复这样部位，不能复进，哦，我这些大众们已经这样很疲累了，哦，那而且又这样部位害怕，哦，众生的恐惧心啊。各方方面面哈，啊，我们在看人家恐惧，不如这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恐惧到底在怕什么。哦，有时候一般大众就是怕失去啊，怕失去哦，害怕已经得到哈或者没有得到哈这样的一个心啊，啊，其实本来东西就这样，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啊，对不对？哦，好。所以这样的部位心呢，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所以我们要面对自己的部位，才有办法这样勇猛精进，那前路有远，今欲退还，来看一看前面，哇，还那么远，啊，现在想要这样退还，同学这个在说什么？一般大众啊，啊，如果佛只讲一个这样成佛之道。啊，其他路都不给你走的时候啊，哦，就有这种现象会产生的，对不对？哦，大家就会说，哎呀，佛道那么远，哦，动不动就是多少阿僧祇劫，哦，这个要怎么修才修得完？哦，所以很多人就会产生退心啊，哦，那这个导师呢就讲，知道众生的心啊，有没有？这边讲的很重要的，前面这边讲，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心。哦，很了解众生的习性呐，啊，哦，所以这个导师就多做方便而做思念呐，啊，哦，此等可悯，哦，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哦，这样的众生其实这样非常的值得怜悯呐，啊，哈，非常可怜呐，啊，对不对哈？大家想看看累生累劫的一直轮回，在这个黑暗的当中，这样一直在那边绕啊，茫茫然然啊，出不去啊。现在呢，好不容易听闻佛法，哇，这么好的法，好啊！但是呢，你看这边哦，众生的可怜就这样子哦，舍这大珍宝而欲这样退还啊，哦，也就是哎，那么远哦，没有办法哦，部位之心呢，啊，哦，好。所以做四念以啊，以方便利啊，哈，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哈，就路有五百由旬，对不对？好，那中间过一点，哈，三百由旬的地方化作一城，好，就是所以有一个城堡，好，要告众人言呐，啊，哦，汝等勿怖，好，你们呐，啊，不要害怕，哦，莫得退还，千万不要再往回走了，哦，同学想看看。你今能够得人生听闻佛法，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对不对？哦，那现在得人生的又能够听闻妙法莲华经这么好的法，啊，还怎样退还？哇，那个这个真的是就是把那个最这么舍大珍宝而欲退还呐，啊，哦，所以今此大乘啊，哦，可于终止。哦，随意所去，哦，所做，哦，所以要跨一个大乘呢，哈，哦，可以让你在中间讲，止就讲休息一下，哦，稍微休息一下，哦，啊，随意所做，哦，就能够讲，稍微能够，随自己的意思，哈，哦，讲而做，哦，像阿罗汉就是啊，哦，他就是怎样，一般大众讲。想要的就是入涅槃，因为生死轮回之苦啊，哦，只想要这样，不要再轮回了，哦，啊，这个就是这样，随意所做，哦。那若入四乘啊，快得安稳，哦，如果你能够入到这个乘呢，就能够这样快得安隐，哦，能够在当中这样非常的安隐，哦。那若能呢，哈，哦，前至宝所。亦可得去，如果你能够到了宝所，也可以讲赶快去啊，所以我们就说修行就是这样，
如果啊哈，你每一层楼啊哈，每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都这样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这边修修，那边修修，那就在一层楼一层楼一层楼这样慢慢修，啊，如果像这边后面讲，这就快了，对不对哈？你能够这样不休息，不要入到此尘当中休息，能够这样在勇猛精进继续走哦，就能够这样，也可以这样赶快去啊哈。所以这个化成呢，也就是这样。对一般需要的众生，就能够在这边就会做歇息一下。如果不需要的众生，还是这样，赶快再往前走啊，对不对？哦，于是呢，哈，众人啊，潜入化尘哦，身已度想哦。你看，很多大众呢，入到这个化尘，就这样身，我们已经啊，已灭度啊。哦，阿僧安影响啊，这个已经讲所作皆伴也罢。哦，我们听到那个阿罗汉，我说，哎，一切讲所作皆伴的哈，一切都讲透懂了，对不对？哈，就是安影响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尔时导师呢支持人众啊，哈，既得子息呀，哈，无复倦怠哦。好，这就是一个霹雳手段了。哦，众生的执着就是这样哦，化成是为了引导众生再往前走，而不是让众生在当中产生懈怠，就从此不走了，对不对？哦，那所以这个化成的功用就是让大众在这个当中这样休息一下而已，作用在此啊，而不是让大众这样就把它当做一个目标就不走了。那如果有人呢开始这样，把这个化成当做是一个目标，这就是我最终的目标，我不要再走了，那怎么办？哦，你看佛也知道众生的习性，所以呢，哦，你看即灭化成啊，有没有看到？这就叫霹雳手段，把众生的执着啊，哦，众生执着于五欲不肯往前走，就有个化成让你能够往前走。那化成的目的就是这样，引导你往前走而已。你既然你走到化成，就化成的那个存在性也就这样没有必要了啊，哦，这就是所以这样灭化成哈，哦。那喻众人言啊，汝等去来啊，宝处在近，好了。你们呐，哈，赶快再往前去啊！啊，那个宝处啊，就快到了。哦，你看，500由行已经走了300由行，只剩下200由行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大家会想的是，你如果再退还的话，同学想看看，还要回头还要走300由行，不如往前走那200由行呢，对不对？哦，你看，你看那个佛的这个譬喻也譬喻得非常好啊，对不对？哦，那所以宝处在近啊，向者大乘，我所化作为子息也。哦，这样的大乘其实这样，他的化作也是让众生讲休歇一下。哦，我们之前就形容那个高速公路从高雄到台北太远了，台中增加一个休息站。哦，啊，这个休息站也是让大家休息啊，大家不可能说。哎呀，我今天开车要开到台北去，可是呢，哈，我到了台中我就不开了，不可能嘛，对不对？哈，我们都知道台中的目的是为了啥，就是休息一下，哦，我们下交流道到休息站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加个油啊，哈，然后也许吃个饭，然后再往前开，对不对？哈，那目标不在台中，而是还是在台北啊，哦，所以还要再往前开啊，哦，所以这个只是为了这样止息而已啊，哦，好，所以诸比丘啊，如来亦复如是，今为汝等做大导师，哦，这个我前面讲的是譬喻，后面就讲告诉你这个譬喻在讲什么了。哦，所以今为汝等啊，做大导师，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难长远啊，吼，哦，应去应度，吼，哦，他知道众生在这个生死的轮回当中啊，吼，哦，就好像在烦恼恶道当中非常的险难，而且啊长远。哦，同学，大家想看看吼，哦，
像刚才讲到那一部片子哈，当一个人面对到死亡的时候啊哈，很多的那个轻重缓急就很清楚，对不对？哈，什么东西到底我们想要什么，我就很快的去抉择，然后很快的去做，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生死就这样子啊，生生死死，生生死死。哦，那到了面对到死亡的那一刹那，哈，大家会开始这样迷惘。到底接下来这样要往哪里去啊？哦，那所以这个险难，而且这样长远啊，哦，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不是就是这样吗？哦，所以一般的大众啊，哦，不是这样，要赶快这样硬去硬度啊，哦，佛要赶快这样度化这些众生啊，哦，那若众生但闻一佛圣者，则不欲见佛，不欲亲近。哦，有些如果佛只开示所谓的一佛圣的话，哦，有些众生就讲起退心啊，不想再见佛，也不想再亲近，便作是念啊，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已成啊。哦，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哈？每次在讲到那个佛在那个多少劫修相好啊，哈，然后多少劫修就那个那个整个的福报，大家说哇，那个时间那么长哦，什么时候才修得到哦？所以这就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哦，佛道啊长久哦，而且呢，哈，这个又很符合众生的习性。大家都喜欢快乐，对不对？哦，那可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忍辱啊，对不对？有很多像那个你在罚人，就是你有些那个要去修行过程当中，人家出去玩啊，哦，你还要想去修行啊，哦，这些种种都是需要忍啊，哈，哦，那盘坐啊，或者是精行，或者是念佛都一样啊，哈，哦，都有一些我们需要去讲。能够怎样？能够面处理的这些勤苦啊，哈，那还要讲要长寿这些啊，哈，要能够这样忍啊，哦，要能够忍，哦，所以佛之四心呐，啊，却若下列，哈，这一般大众其实都这样，哈，讲到要修行，大家都想说，哎呀，师父等有空啊，哈，要不要等什么等什么，哈。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无常太快了，哦，一般前两天才说，哎，师父啊，那个生病要那个谁他的家人家生病要回向，啊，过两天之后又哎往生了，哦，要希望回向就是能够往生净土啊，哦，所以太快了啦，哦，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时间还很久，然后生命还很长，哦，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认为自己的想法而已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哦，佛知道这个众生的心是这样却若下列的，哦，所以以方便利呢而于中道为止息故啊，哦，就在中间呢，啊，哦，设这个为让大家能够怎样能够稍微讲休息一下，哦，所以说二涅槃，一个涅槃是讲阿罗汉的涅槃，一个是讲佛的涅槃啊，对不对？哦，大家觉得讲阿罗汉的涅槃比较容易得啊，对不对？哦，那还才愿意这样赶修行，然后这样入阿罗汉的涅槃啊，都觉得佛的涅槃这样哇，想问大家说，哎，有没有人相信自己能成佛的？哦，其实这样，那个大家的那个就哎还在那个种种的那个五欲当中还在沉沦呢，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也知道大家的问题啦，哦，那所以也是要解决啊，也是要面对众生的习性，众生的问题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经很多或者佛的一个讲经说法都是因为讲众生的根器的问题啊，哦，所以不用再问说哎呀那一圣法那么好为什么佛要讲二圣，哦，众生习性嘛，哦，根器的问题啊，哦，好，那若众生住于二地啊，哦，如来尔时即便未说啊，哦，
汝等啊，所作未办，汝所住地呀，近于佛慧，我们刚才不是说，一般的阿罗汉都认为自己这样所作皆办，对不对？应该做的都做完了，那这边啊，那个佛讲的是这样，你们还有很多，还有一些事情还没这样，还没做完呢、啊，所以叫做所作未办，那如所住地啊，你这个只是讲比离近于佛慧而已，也就是。那个这个化尘啊，离那个目的地啊，比较近一点啊，只是比较近而已哦，还没有到啊，还没有到啊，所以当观察筹量所得涅槃非真实也。这句话就是在告诉大家总结了，总结就是讲阿罗汉非这样究竟啊。所以阿罗汉所入的涅槃也这样，非真实，并不是所谓的这样真正的一个实相，还没有到入到实相当中啊，还只是这样，那个一个化尘啊，一个这样，一个就是能够让众生这样，能够引导众生往前走的一个这样方便之力而已啊。所以，但是如来方便之力呀，与一佛胜分别说三，所以佛这个方便之力这样，在一佛胜，明明就一佛胜，他这样为众生的那个这样根器的原因，所以讲说三所以如彼导师啊，为子习故，化作大乘所以这个就是讲让大家有个中间有个休息的地方，化作大乘。那既知习已呀，而告之言呐，宝处在境啊，此诚非实，我化作了。所以最后，到了这个大乘的时候啊，那佛就告诉大众了，你们啊，赶快还要再往前走啊，要再往佛道走啊，这一瞬，所以这样，这个诚呐。并不是真正的实啊，这只是呀一个化成一个方便法而已啊，好，我们来看憨山大师的一个诠释，这就是开化成引进之喻，也就是呢，佛呢，就是这样，这个譬喻就是在告诉大众啊，这个阿罗汉只是一个化成而已，那这个化成的作用是什么？引导大众往前走。往佛道走那那个就是中间的一个什么修行站所以千虑自全为欲本也这个全就是一个讲方便嘛所以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法呢也是这样一个方便，那这个方便最重要的最后的一个引导跟最后一个指向是什么？就是讲成佛啊所以这个只是前面的一个讲。让大家能够这样有一个方便，有个化成可以这样休息止息一下而已。所以如来所以先设见教者我们知道所谓的法有所谓的见跟顿嘛那见就是有还有一些方便之处像那个在六祖慧能大师里面就讲到神秀就是这样菩提四树啊，是也有尽啊，然后这样时时勤拂拭，有没有？我们有也承认有这颗心，因为众生，你说他什，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都是非的话，众生无所适从啊，对不对？你说什么都不是，那我是什么？我的心要怎么处理，对不对？众生还在。对他的心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告诉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众生没有办法这样去面对处理，所以这样就是所谓的还有所谓的见法，还有所谓的方便法，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那以方便全智啊，这个就是讲佛的一个智慧啊，这些都是讲方便众生的一个方便智啊。观察众生呢，身心要欲之不同啊，这个众生习性，佛也是看得清楚啦，
知其要小，难以这样言喻大。哦，众生要的只是这样小的啊，哦，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三车有没有？哦，一般众生要的是小车而已啊，对不对？哈，哦，那你跟他讲大车，他啊不好处理呀，啊，对不对？哈，哦，就好像是那个小孩子啊，哈，哦，我们给他一个，同学想看看，你给小朋友一个金色的苹果好，黄金做的苹果好，还是一个真正的苹果好？哦，一般小孩子这样，哦，你这黄金做的苹果这么重，又没办法，他也没办法处理，对不对？哦，所以还是这样，真正的苹果好。哦，那大人都会讲，哎呀，你看，这黄金做的苹果好啊，对不对？哈，哦，可以买很多的真正的苹果啊，对不对？然后小，可是对小孩子来讲，啊，我拿到那个黄金做的那么重，我拿都拿不起来，对不对？哈，哦，我要黄金做的苹果干嘛？对不对？哈，哦，同样道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这样，哦，要小，所以这样难以与大哦，所以故说小胜涅槃为暂息耳哦。譬如下哈，哦，怎样预设这样建议哦，这就是用慢慢的这样比喻，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导啊，哦，一步一步的引导。那五百由旬呢，哦，在这边寒山大师认为他是讲比喻众生流转在无道当中啊，哦，也是一个数字啊，哦，那在这个五道里面呢，三毒贪嗔痴啊，哦，充满在这当中啊，哦，所以这一条路呢称为什么恶道，也是众生一直讲累生累劫的一个轮回，这一条路自己啊恶道啊，哦，因为充满了贪嗔痴，只要一不小心这样又往下去了，哦，所以这样旷觉无人啊，哦，这旷觉无人就是这样失去本真啊，哦，也就是失去我们原本的那个佛性，哦，迷失了，哦，在这当中迷失了，哦，那为之贪嗔啊，哦，故云这样部位之处，哦，众生在这当中呢，哦，都这样滋生贪还有这样嗔啊，哦，我们知道一般大众啊，哦，如果没有经过修行的话，哦，怎么知道要去处理自己的贪嗔痴，对不对？哦，大家也是，听闻佛法，然后这样知道什么是修行以后，才知道这样要面对跟处理自己的贪嗔痴嘛，哦，不然的话一般大众这样活在贪嗔痴当中这样不自觉，哦，所以既然知道了，哦，你看他这边就说不要再讲，我一般大众没听闻的人都讲为之贪嗔啊，哦，所以都是处于讲部位之处啊，哦，你如果放任自己的贪或者是嗔啊，哦，很容易讲又往下堕，所以这个行为是讲把自己放在着部位之处，对不对？哦，好，那珍宝处的话就比喻着是这样妙庄严海果觉报土啊，哦，这样一个殊胜的一个佛国净土啊，哦，那多众就欲讲三圣之人啊，哦，那欲出生死，哦，而求作佛啊，哦，那西域的这个商人呢求宝啊，哦，必有一个意为讲导师将引众人啊，哦，也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这个迷迷茫茫的这些就是黑暗的大海当中啊，哦，你要如何能够在当中有一条路能够引导众生这样能够处理生死呢，哦，也能够成佛呢，哦，这都是要这样佛的出世来带领啊，哦，所以以佛来讲出世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这样为众导师引出五道，哦，那众生不要在这五道当中再轮回了，哦，所以故云欲过此难啊，哦，就将所将人众啊，哦，否极欲退，哦，那个一般大众啊，哦，这边讲的就是这样恶圣的一个讲狭略，哦，啊，不为这个佛道的一个长远，哦，所以产生的止息之心啊，哦，走一走，哦，我们不是前面讲到嘛，哦，佛开始宣说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啊，那你看看那些阿罗汉，有些阿罗汉就开始讲了哈，
哎呀，我年纪大啦，你说还要再往前修，他走不动了，好吧，就众生的这个习性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又开始都有会有所谓的什么自习自省了，太远了，要休息，要修行，众生会产生懈怠，所以导师方便呢，就欲讲世尊方便施权也，这个就是讲。这个导师的一个方便，然后化成就是比喻这样，那个佛的一个这样方便施权，权也就是一种方便哦。那过300由旬呢，化作一尘哦，就欲在三界外就设这个小圣涅槃哦。大家知道啊，在三界当中轮回辛不辛苦，累不累？一般大众一听到累生累劫的轮回，大家都会点头说：“哇，好累哦！”每辈子都在忙同样的事情，在三毒当中的这个险道，然后那个一直的轮回那所以呢，一般大众啊，都会想要讲能够脱离这个三界。不要再轮回下去了。那现在如果告诉大家，大众啊，如果能够这样小圣，很近，比较方便，比较简单，大家就可以得到的这个，就可以这样入涅槃，不要再轮回了，好不好？大家当然好啊，对不对？至少是这样，有一个时间，有一个空间我们就说你去看那个经典如果讲到无量无边的，都是这样菩萨到那个大圣的一个经典如果你看那个有些那个讲到那个有多少数量不管几阿僧几劫，其实都是一个数量，这个大概就是这样阿罗汉的这个小圣的经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所以他这样子怕一般大众的这样就没办法再往前了害怕所以这个小圣怕大众这样能够这样耽于这个涅槃不再往前这个尘其实我们刚才就讲了让大家休息用的，不是让大家不再前进了所以导师之众不疲就即灭化尘。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到，当初在讲这些涅槃里面一些前几品的时候，不是那些阿罗汉一听到哇，这个不是究竟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样怖畏，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讲也是一样那现在呢，大家已经就是走也走一半了也那个心也比较清净那个很多的那个根器因缘都比较能够契入到这个《妙法莲花经》的时候佛就讲灭化尘了因为讲因缘到了六祖慧能大师不是跟那个五祖讲 "Cam Sai" 有没有？就是他其实这样，根器怎样已经熟啦，可是这样。还没有筛呀，那个就好像那个稻子还没筛呀，已经熟了，可是还没筛，同样的道理，那个一样，佛知道这些阿罗汉们这样根器，就是因缘性也已经这样熟了，可以这样可以收割了，所以就这样灭化尘。那灭化尘就是让大家这样。你本来在那边休息得很好的，很安隐，对不对？这下子如果化成没了，同学要不要再往前走啊？要啊，所以灭化成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讲，再往前走吧，再来就佛道了啦。既然已经走了一半多了，再往前进啦，这有没有很像以前那个郊游有没有？那个小朋友去郊游，每次都要不晓得目的地在哪里，人家觉得好远好远，中间就会说："哎呀，老师啊，什么时候才会到？"有没有？那个每次老师都会说："快到了，快到了，前面就是了，对不对？"有些就会安排中间有个休那个一个小点，然后后面再到那个大的目的地这样子。其实就同样道理啦，那众生根器都是这样所以欲精呢，
积熟废前立时也，哦，这就是废掉这些方便法了啦，哦，啊，宝处在尽呢，欲这样，佛果非遥啊。同学，这个又在建立大众的一个信心啊，哦，佛果怎样不远啊，哦，是大众的一个想法让它变得远了，哦，就像很多人他就哎，害怕害怕，哦，啊，可是如果当有一个人他能够这样往前，然后精进得到以后啊，大家就会激起大家这样勇猛往前的一个心啊，对不对？哦，那佛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哦，让大家知道，嗯，我就是从人界当中这样修行，然后成佛的哦，那大家知道，哎，欸，哇，有人带领，然后而且已经有人真的这样的成佛，才有办法在众生才有办法这样。在肯进，啊，哦，才愿意再往前走，哦，所以不远理数，有没有看到？哦，不要再讲，还有多远啊，还有几公里什么的，哦，不重要，哦，所以此欲明啊，未下根的这个众生呢，能够这样开权显实也，哦，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经的时候，不跟大家讲啊。啊，你不用去想数字，好，你每次看到佛经里面讲到那个，哇，那个修行，哎，32相要多修多久，修多久，大家就会吓到，对不对？哦，千万不要死在句下，哦，看到那个数字就害怕，哦，那个数字也是我们心念的一个这样相应而来的，哦，好。所以不言理数，有没有看到？哦，这就是修行当中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哦，每个有些人哎，几年哈，哦，我学佛学几年哈，哦，累生累劫啊，对不对？哈，哦，几年算什么？对不对？哈，哦，啊，你一直在讲啊，我几十年，哦，啊，那是怎样？哦，累生累劫都在学佛，那才了不起啊，对不对？哦，你的。讲个这样几十年要干嘛，对不对？哈，哦，所以理数不重要，哈，哦，年时间真的是人攀岩出来的，哦，啊，所以不要管时间这个因素，拿掉，哈，哦，啊，我们该修行，该有修行机会就把握，哈，哦，啊，有什么我们自己就讲去步，那个自己的那个部位啊，这些的心啊，都去处理，哈，哦，啊，都去面对。哦，那所以这样现在欲经呢，哈，哦，积熟啊，废权力时，哦，那让大众这样能够赶快啊，哈，哦，赶快去修行，哦，所以诸比丘下，哈，哦，法和这样欲本啊，哈，哦，那知诸法，知诸生死，下和之通摄，哦，好，若众生下。哦，何不远脾气啊，哦，就但说佛圣而不开见，哦，如果众生则众生讲，如果你只说佛圣，哦，没有开这个方便法，哦，没有开众生的一个这样，就是所谓那个见，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啊，哦，有它的次第跟层次的，哦，那众生就会害怕这个佛道的长远，哦，所以不得不设方仪啊，哦，佛之事以下，哦，那正合化成，哦，那恶涅槃呢，哦，身为缘觉恶果，哦，若众生下合众止息啊，哦，则灭化成，啊，哦，那这边这个字呢，其实就彻啊，哦，这边是俗彻字，哦，彻尽保所，哦，也就是你如果能够灭这化尘的时候啊，众生才愿意再往前走啊，哦，能够这样彻进到宝所去，哦，这就很重要啊，同学千万不要在化尘当中休息，哦，像那个阿罗汉休息长久的时间，然后又再步入到菩萨道，何必呢？对不对？哦，就这样在彻进宝所也，哦，一圣佛会啊，哦，即是这样宝所，那二圣已出呢，三界显道，哦，故云这样进佛会，哦，进于佛会，
如果能够，大家想看看，为什么叫做500由旬已经走了300由旬？因为这样，至少阿罗汉们已经这样出三界的险道，不再生死轮回啦，对不对？那不是已经讲几乎已经走一大半啦？这是佛的鼓励的方式啊。像他之前说那个阿罗汉的智慧跟佛的智慧相差甚远那这边要安慰还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你如果能够证到阿罗汉，其实也已经讲进佛会了进佛会了这个都是在鼓励大众至少比那个还在五欲当中，或者是还在三界轮回的大众这样，那个已经跨一大步了，对不对？那既然你跨这大一大步了，那干嘛还不再往前走呢？再走一下，再走一下就到了你看那个佛的慈悲就是这样大众，哎呀，累啦，很累啊，喊什么的那佛那样就种种的这样，哎，好啊，好啊，辛苦了，辛苦了，再往前一点啊，快到了，快到了好，所以以前舍即时所以灭化成就是要干嘛？显出这样实相啊，也就是一佛胜所以成佛无难同学有没有看到这一句？非常重要成佛无难此开权显实之意同学千万你要知道人的部位之心就是常常都在这样。还没做就冠一个字叫做难啊！哎呀，这个好难哦，这个不行啊，这些人就没办法再往前走了。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告诉大众这样：成佛无难那为什么会一般大众认为难？那个心自己障碍自己自己自爱自己所以这个寒山大师这边就下了一个结论，叫做什么？成佛无难来勉励大家，这样还要再往前走，还要再往前走。尔时呢，世尊呢，从宣此意而说偈言这边我们就知道就把前面的长行的部分再讲，重要的部分再做一个整理大通至圣佛十劫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这样成佛道。这个他十劫做道场，那也这样。他如果这样不讲，不开始先说佛法，众生讲没有一个法可依循，没有一个法可修，怎么成佛道？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一定不是佛的问题呀。同学不要看到，大通至圣佛怎么这样？都已经怎样出世都已经讲，好不容易讲有佛执事，为什么不说？对不对？这要问自己啊，对不对？一般大众的根气因缘性没到，就算怎样先说也是这样。刚才说的不闻有没有？不闻那个。所谓的那个不闻怎样菩萨道，那个就是这样。有些是这样，佛讲了，然后充耳不闻，也是一种不闻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那佛法不现前，其实这样要检讨、要忏悔的，还是这样众生自己对不对？这绝对不会是大通至圣佛的问题，那诸天神龙王那阿罗汉、阿修罗众等这些那些种种的这十法界的这个众生有龙王，还有阿修罗众常浴于天花以供养彼佛这些都下天花然后来讲供养佛那诸天呢，即天鼓然后怎样并作众伎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天人们都即天鼓然后在这当中还怎样做众伎乐那相
花香风呢，摧毁花哈，更与假心好者。哦，这个已经枯的花呢，哈，就来一阵风啊，哦，把这些枯的花都给它吹走。然后呢，再来呢，又下一个这样，又把好的那个花这样，又再这样，又在遇着新好花哈、哦。那过时皎洁啊，哦，这样你看，这样的时间，同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哎，哇，又时皎洁，一时节那个佛出世了，时节不说，然后又过时皎洁哈、哦，然后这样乃得成佛道哈。哦，同学看到，不管看到数字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前面的这句话哦，不要去跟这个数字怎样相应啊，哦，动不动哇那个时间这样，那怎么能成呢？哦，这边讲不言理数，哦，这在修行过程中很重要啊，哦，不要看佛经讲多少时间就这样，哇，被这我们这所说死在句下，对不对？哈、哦，看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可能？哈、哦，那个又开始讲，所以寒山大师知道众生的习性，哈、哦，因为下了个注解叫做“成佛无难”，哈、哦，这个同学要讲，切记切记，哈、哦，好，我们再看到哈、哦，这一成佛道之后呢？那诸天及世人哈，心皆怀踊跃哈，彼佛十六子啊，啊，皆与其眷属哈，千万亿围绕哈，俱行至佛所，这些很殊胜呐、啊、哈，大家那个踊跃的心哈，大家能想象吗？当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啊哈，那当中的那个辛苦跟累啊，现在有一个人能够出现哈、啊，然后能够指引你，能够怎样？出这个累生累劫的轮回啊，会不会非常高兴啊？一定会啊，吼！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啊，吼！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在讲，也可以这样感受那时候的那个一般大众的那个遇到执佛事的那个心的一个那个喜悦，对不对？哦，因为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在这黑暗的这个茫茫当中啊，吼，已经这样，哎，太久太久了。哦，所以现在有人能够带你出这一条迷途，哦，一定这样心非常的高兴啊！哦，所以毗佛十六子啊，皆与其眷属，就全部都这样围绕过来啊！哈、哦，那头面礼佛祖啊！哈、哦，那个头跟脸这样都这样，就是礼佛祖哦，而请转法人哦，最终的目的就在讲。请佛赶快讲经说法，哦，所以讲圣师之法语啊，哈，充我及一切，好、哦，那这请佛赶快讲，那个不是预这些花来供佛嘛，哈、哦，啊，其实就是要祈求佛赶快这样施法语啊，赶快讲经说法，充我及一切，哦，好。世尊甚难值啊，修远十一线哈、哦，这个其实都在告诉大家，为什么你看这个佛经执佛是大家这么样的高兴啊，能够这样那个，然、啊、后一直一直的一个供养这些种种的花哈、哦，那这个其实这样，用请所有的一切来换这个佛的讲经说法，大家都愿意啊，对不对？哦，毕竟。你看这个当中这个，累生累劫的这样的一个轮回，已经讲，佛终于能够讲有一个那个好像一道明光，有没有照在黑暗当中啊？能够引导众生啊，哦，所以为觉悟的这个群生啊，震动于一切哦。好，那东方诸世界啊，五百万亿国啊，哈、哦，梵宫殿啊，哈、哦，光耀。哦，这个当中有种种的意象啊，哦，殊胜相哦，习所未曾有，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啊，哦，那诸梵见此相啊，寻来自佛所，哦，散花以供养，哦，并奉上供殿，哦，这个就啊种种的供养，哦，那请佛转法轮啊，以偈而赞叹，哦，那你看已经做到这样子了，但是同学啊，不是说。
怎样哈、哦？我们的那个种种的供养，这样就可以了，还要怎样时机到哈、哦？所以佛知这样时未至啊哈、哦，受请还这样默然坐啊、哦。那三番及四维啊哈、哦，上下亦复耳，所以就讲空间呐、啊、哈、哦。刚才讲的是时间嘛哈、哦，现在讲的就是说这样空间呐、啊。哦，在这些就是整个的空间当中啊，哈、哦，有些是这样散花奉宫殿，哈、哦，然后请佛这样转法轮。那世尊圣难直啊，愿以大慈悲广开甘露门，转无上法轮。哦，这又是一个祈请啊，哈、哦，祈请哈、哦。那无量慧世尊啊，哈、哦，受彼众人请，哈、哦。这个佛的智慧啊，哈、哦，是这样无量慧啊，哦，你没办法去衡量啊，对不对？哈、哦，佛的智慧哪里是你可以衡量的出来？所以称为讲无量慧啊，受世人请啊，哈、哦，那未说种种，未宣种种法，哦，那哪些法呢？哈、哦，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哦，四谛十二缘，哦，这些都我们知道是阿罗汉法嘛，对不对？哈、哦，好。那无名自老始，皆从这样生缘有，如是众过患啊，汝等应当知啊！哈、哦，如果这样开始宣说了，先讲从四谛十二缘、十二因缘这些开始讲起啊。哦，那虽宣忏世法时啊，哈、哦，六百万亿害，好、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哈，亿、哦、该，哈、哦，这个字念该，哈、哦。这个该字呢，吼，就是古代计数的最大的单数，啊，那十兆呢叫做斤，十斤就叫做该，哦，所以、最大的数量，以佛经来讲都是这样，无量无边嘛，吼，当然就是这样最大的一个数量，哦，单位，哦，好，那得尽诸苦际啊，哈，皆成阿罗汉，哈。这些烦恼都已经这样除灭啦，哈、哦，然后才有办法这样成就这些阿罗汉。那第二说法时呢，千万和沙众于诸法不受，亦得阿罗汉。哈、哦，有些第二说法时呢，哈、哦，这些阿罗汉在于这些诸法这样不受，哈、哦，那也这样得阿罗汉。那从事后得道，哈、哦，其数无有量，哈、哦。这些有得到这些数量这样没办法计算啦、啊、齁、哦、那万亿劫算数啊齁、哦、不能得其边齁、哦、没办法算出来齁、哦、那时候呢十呢就这样十六王子齁、哦、出家做沙弥齁、哦、皆共请毗佛演说大乘法齁、哦、一样齁、哦、还有这样十六个王子出家做沙弥齁、哦、然后来请佛说大乘法因为前面所演说的是什么阿罗汉法，对不对？哦，那为从怎样？什么叫做实质呢？就是讲这十六王子来讲，出来请佛讲哦，这其实就是这样因缘性到了哦。那我等及因酬啊，哈、哦，皆当成佛道哦，有没有看到？要有人也能够高。相信这样成佛无难呐、啊，对不对？哦，这样的因缘才有办法说啊，对不对？哈、哦，所以他这边十六王子的出现，就是因缘性到了，时机到了，哦，所说的契机者来了，哦，才说啊，哈、哦，没有契机者，如果都是阿罗汉，你跟他讲成佛无难，大家想看看。哦，我要的只是阿罗汉道，你跟我讲到成佛太远了，啊、哦，所以这边要有这样的能够接当成佛道的众生啊，哦，有这样信念、有这样信心的众生出现，才叫做实质啊，哦，所以愿得如世尊啊，慧眼第一境，哦，佛之童子心啊，术士之左行啊，哈、哦。以无量因缘种种诸譬喻说六波罗蜜，有没有看到？这边开始讲的就是大乘法了，对不对？哦、那及诸神通事、哦、分别真实法、哦、为不同的众生讲演说不同的这样真实法、
哦，不管用譬喻啊、因缘法有没有？这不就是《妙法莲华经》嘛，对不对？哈、哦，然后分别真实法呢，哈、哦，然后这些菩萨所行道，哦，这就讲说是《法华经》，对不对？哦，那如恒沙、恒河沙记呀、啊，彼佛说经已啊，尽是入禅定。哦，讲完这部经啊，这样到尽是里面这样入禅定，哈、哦。一心一处做八万四千劫，哈，同学千万数字这样，越不要去注意它，哈，哎呀，然后所以讲是诸这样沙弥等，哈，知佛禅未出啊，哈，还没出禅定呢，哈，为无量的义众啊，哈，说佛无上慧，各个做法做啊，说是大圣经啊，于佛怎样宴集后，哦，宣扬这样诸法化。哦，在佛入涅槃之后呢，哈、哦，这些就开始讲，还是讲继续的宣说这个法，哈、哦，《妙法莲华经》，然后呢度化众生啊，哦，那一一沙弥等啊，所度诸众生啊，有600万亿，哦，这个数字，嗯，很多，对不对？哈、哦，恒河沙等众啊，哈、哦，那。彼佛灭度后啊，是诸闻法者啊，在在诸佛土啊，哈、哦，常与师俱生。有没有看到？在佛入涅槃之后啊，哈、哦，这些闻听闻《妙法莲华经》的，听闻《法华经》的，哦，也在这样，在这个诸佛土的呀，啊。参与这样佛俱生啊，哦，一处一处又再演一次啊，哦，有没有？哦，你听闻可是怎样，还没有证到佛道嘛，对不对？哦，有些是听充耳不闻的，对不对？哦，这些众生呢，又在这样跟着佛这样俱生啊，哦，这个四十六沙弥啊，哈，具足成正觉啊，尔时闻法者啊，各在诸佛所，其有住声闻，哦，见教于佛道，哦，这些声闻者，哦，开始这样，佛慢慢的这样，这些十六沙弥呢，开始这样，能够让大家这样慢慢的引导这样到佛道去啊，哦。我在十六处啊，哈，诚意未如说啊。是故以方便以如去佛会，哦，这些其实大家有些在生死劫当中其实都听闻过啊，对不对？哦，啊，也曾经为他说啊，哦，那是故以方便啊，以如引汝入道去的佛会，以是本因缘啊，今说法华经，令汝入佛道啊，甚勿怀惊惧。哦，这个这样。这个其实《法华经》就是让大众能够这样，能够引到佛道去了，哦，要灭化成入实相了，哦，这个就是开始这个讲的这样因缘之事啊，哦，那底下的十六句呢，哦，就是在歌颂这个至圣能够这样成佛，那彼佛再来下面这个四句呢，就歌颂这样这个王子见到佛啊，那头面礼佛啊，足下哦，那送这个赞颂这个王子能够请法哦，所以请法者也很重要啊，哦，如果没有人请法，没有契机者，这个法就这样没有办法传下来了，哦，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不仅一个法要能够流传，要这样很多的因缘性要成熟啊。哦，那大众现在能够听到《法华经》也是一样啊，哦，那当中有非常多的因缘性，才有办法这样能够亲闻这个《妙法莲华经》哦。所以这边呢，哦，也一样赞颂啊，王子请说大法啊，哦，那再来就是佛之童子心啊，哦，然后受请呢，哦，受《妙法莲华经》。哦，那当中呢，这个如恒河沙记者啊，哈，哦，机管时常，好，哦，有没有看到？哦，这在这个大通智胜佛这个时机是叫啊机管，就是能够吻合这个大圣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其实这样很
宽广很多啊，对不对？哦，而且时间有没有拉得很长？有没有哈？他们刚才在讲当中，有很多少人家一听闻讲，就能够这样有所契入了哈。所以故所说之经啊，文言亦多此啊哈。所以这叫做怎样称信，然后讲应机之谈。哦，所有的经典其实都是这样，哦，就是这样称信应机啊。哦，有这样的根器的众生，才有办法这样，才有办法宣说啊。哦，所以本无一定之法，哦，故今经呢，吼，一起呢，指28品，哦，那灯明呢，60劫说啊，哈，大通呢，8000劫说，哇，这一部经你看，一个讲60劫，一个讲了8000劫。哦，那常不清呢？哈、哦，菩萨于这个威音王佛所啊，哈、哦，成闻20万亿偈啊！哦，同学，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其实还算是怎样少的了，对不对？哦，他这边那个成闻这样20万亿偈，哦，那同学不要问，又被数字给误导了哦，啊，其实这样一切都包含在这当中。哦，只是一般大众有时候，同学想看看根器不同，对不对？哦，有些根器它是可以讲，哎，那个总持啊，哦，讲再多他都能够记得，啊，有些就这样，根器是这样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去管这个数字了，哦。那所以喜见呢，日月呢，哈，净明德佛所啊，闻88万亿呀、啊，阿处。佛偈呀、啊，哦，此生信之谈呐、啊，哈、哦，所以讲观越不同啊，哈、哦，这就是众生的根器不同啊，哈、哦，一定会有这样不同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呈现呐、啊，哦，所以所谓的通方之说啊，哈、哦，毗佛说经啊，哈、哦，这以下的这16句呢，就那个赞叹这个大通那个至胜佛能够这样入定啊。那王子就说：“这妙法莲华经啊，所度有恒河沙众啊，哈、哦。那毗佛灭度后4句呢，哈、哦，就送所化之众啊。那世事呢，哈、哦，为这样得度之因缘。哦，同学有没有发现？哎，听闻之后这样，每辈子每辈子都有这样可以得度的因缘性，哦，这也很殊胜啊，哈、哦，一般。”大家能够执佛，然后听闻就不错啦，哦，哎、啊，后面这样，佛还这样处处示化，哦，种种不同的佛名，然后来这样度化这些，就是没有听闻到的，或者讲已闻，可是讲没有办法契入的这些众生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常行无灭度之文呐、啊，哈、哦。偈中讲出之啊，哈，那16沙弥下4句呢，哈，就是赞颂这些王子能够成佛。那尔时听闻者啦，哈，这个下8句就算这个16佛皆说佛法，哦，皆说这个妙法，哦，这些种种我们可以看到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皆本习缘呐，哈，有没有看到这些？其实，能够听闻这个经的。都是这样，有宿世的因缘才有办法听呐、啊，对不对？好、哦，所以缘下本来就已经有这么成佛的种子了，哦，大众本来都具有了，哦，所以故今作佛啊，哈、哦，就不用怀疑了，哦，如是历历习缘呐，哈、哦，就下根未昧啊，哈、哦，具不幸哉啊，哈、哦，好，那再来就讲到啊，哈、哦，譬如险恶道。哦，回绝多毒兽啊，哈、哦，又复无水草，人所部位处，哦，这些其实都是在讲那个一般大众在这个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啊，哈、哦，那个三恶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贪嗔痴啊，哦，就是这些多毒兽嘛，对不对？哦，那你如果没有水草。哦，没有佛法有没有？哦，这个
人所怎样部位处啊，哦，你没有让它能够有所滋养，哦，那就会怎样？大家都讲在这当中讲，因为这贪嗔痴聚集的地方其实就是人所部位处啊，哦，如果没有贪嗔痴，人就不需要部位，啊，因为贪嗔痴这些都非常的这样，回这边说的呀，多毒受有没有？哦，所以众生讲非常的害怕，哦，所以无数千万众啊，哦，欲过此险道，其路甚宽远，哦，这个路很远呐，啊，哦，那经500由旬呢，时有一道是强势，有智慧，哦，这个你看非常的有智慧，明了心决定了哈，哦，在险际重难，哦。那众人呢？吼，皆疲倦，而白导师言：“我等今顿乏，于此欲退还。”哦，你看，已经遇到名师了，哈，哦，啊，也那个看了学了这些法了，哦，还想退转，哈，哦，还想休息，哦，众生的，所以这个导师呢，就做试念啊，哈，哦，此辈甚可悯啊，哈，哦，如何欲退还而失大珍宝？哦，这么好的宝贝要大家珍宝就可以得到啦，哈！啊，你现在如果回头啊，就没办法得了，哦，所以就寻十十方便，当设方神通力，哈，哦，化作大乘锅，哦，然后那样庄严诸色宅，哦，同学，刚才在讲那个只是讲一个化成，对不对？哈，哦，还没讲到里面的布置，对不对？好，哦，这边寄送里面就讲到那个布置的庄严了。哦，那这个就这样，庄严诸色这样在，那周匝有园林呐，哈，曲流及浴池，哈，我们佛经里面常常都讲到那个享乐的地方有没有，都会有所谓的浴池，对不对？哈，那重门呐，哈，然后高楼阁，男女皆充满，哦，即作是化也，哦，为众言这样无惧，哦，就是。这样的化成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哦，有这个安隐之处啊，哦，可以让大家来啊，来休息啊，哦，那汝等入此城啊，哦，各可随所乐，哦，能够大家都能够这样，随大家的那个刚才有讲了，哦，大家一般的乐就这样，乐小小嘛，哦，啊，不愿意这样，那个，所以因为大家只要那个小的，哦，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的那个三车有没有？好，人都要小车而已啊，对不对？哈，真的给你大车，哎呀，我承受不起啊，没办法哈。所以，既然你要的是小车，他就这样随所乐，然后这样给你哈。那诸人即入城呢，心皆大欢喜哈，心生大欢喜，那皆生安隐哦啊。为自慰啊，哈，以得度，哈，想自已得度啦，哦，那导知之习矣啊，哈，集众而告也，然后，然后怎样？休息够了就要往前呐，对不对？哈，汝等当前进，此事化成耳。我见汝疲极啊，哈，终路欲退还，故以方便力啊，全化作此尘。汝等勤精进啊，当共至佛所。哈，这只是化成而已啊，再往前走就到了宝城啊。哦，就鼓励大家再往前去啊。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上到这边哈。那大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哦，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